怎么了？流鼻血了？没事吧你？没事吧？又是养生茶，又是大补汤，说是跟我补身体，其实就是变相整我呢。我不就是上周的时候在电话里面埋怨了你几句，让你在下属面前丢人了吗？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爱记仇啊？都多少天了，你还揪着我不放？什么情况？王小安，你是不是没良心啊？我对你好还是错了是吧？我可承受不起你对我的好。 你存心找茬是不是？哪敢啊！哪有你不敢的？还不是你逼的！嘘，我比你交稿的时候怎么没看你这么爽快？我，你不要每次吵不过我都搬出身份来压我。你还记得我是甲方啊？你当着全公司的面直呼我大名，在背地里见小群骂我。那我让你交稿的时候，你怎么一直拖延？<笑> 郑小群怎么了？你要是受人爱戴，大家也不会说你什么。再说了，明明就是你们的缩短周期必有赶进度，怎么就成我脱稿了？我既没有违反合同，也没有在工作上出纰漏，凭什么就要处处迁就你啊？何峰，今天我就正式通知你，从今往后我要在家办公。那可不是你说了算了。乙方必须要在甲方办公地点工作，甲方要随时跟进进度。 怎么多了一条啊？哎，老大，老板让你过去的。哎，小安，别碰我，我自己起来。